你敢相信这是贵州一个五线城市吗？房价仅有4000多的新型旅居城市，我家门口的夜景太美了。第二故乡新义，现在是晚上的8:30，是我们找了一个营地，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的这个地方。他们三个在上头干啥嘞？你们上啥了？没事。想喝点茶。马总想喝茶了。我嗓子不舒服吗？要喝茶，你要喝药的。他正在烧水，然后。车上的一堆东西，明天看能不能看到漂亮的抚仙符。如果能看到漂亮的抚仙符，我们明天就再待一天。如果看不到漂亮的抚仙符，我们明天就打道回府，回我大兴义，回可以吃我的好吃的，这样亮一点。第一餐叫做，对，就第一件食物就是选一个还是火锅。我看一下哦，今天我们在那个花卉市场，然后买了些啥玩意儿，啥东西？这什么？老板，枸杞茶。你看你要喝浪这？你要喝这个吗？这个是养生的茶，这个是花花茶。你看看这个龙珠，龙珠你喝不喝？老板你看看啊，喝酸奶。你看我这个龙珠。不能抢到哪里？看一下这个龙珠。那么危险。喝酸奶。下来。有水才能下来。洗澡了。下来。丽儿，你看你要喝哪个？哎，喝哪个球球？好漂亮哦！不一样的。这个好多钱喝呀？这个35。哎，还可以嘞，这个龙珠漂亮吧？这个是橘子的，拿出来让我看一下。这个是橘子皮，这个是橘子皮的。嗯，这个是玫瑰花，这个是茶，金丝黄茶叶。这个是茉莉花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。这是红茶吗？晓不得。红茶包的。这个是普洱茶包的。普洱茶包的。生普。这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六十八，18个35块钱，一个2块钱，哇，还可以，是吧？他们用人家的烧水壶，已经烧好了水，给小宝宝用盆洗。温总霞之前买了一套杯子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颜色，就一套，知道吧？他那个壶旁边有一个小木把，我想买一个那个壶，最后一问40没买。一个壶吗？就是这个壶，但是不是这样子，它是带一个像木把。小朋友，小帅哥，看叫你帅哥你就有反应了啊！哎呀！啊，你可以下到面里面。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冰箱里面，现在还有一些菜可以吃哦，这牛肉可以吃，然后青菜，这是豌豆卷什么的可以吃，然后还有白菜。这啥？他的折耳根，让他赶紧吃掉。还有，这也是白菜。豆腐能吃不？豆腐可以煎。豆腐我要煎着吃。消化掉，把它。豆腐就是我的了，跟你们没啥关系。看，每次就要这样子捏一下。我就光剩这一点豆腐了。这个也没有关好。豆腐粮。要捏一下。这个不关。走，我们现在去煮方便面。吃个方便面。在这个地方，他们这儿今天晚上这个灯线路有问题，电路有问题，然后他们明天才能好。这个营地在山上，不对，半山腰上。咱是自助啊，自助洗菜、洗碗、洗锅、做饭，没事的。走嘞，走嘞。这还有洗衣机，没洗澡。这块是这个营地的一个厨房，也是蛮大的。他们自己也在这儿做饭吃。看，李总一个人吃两包，再配点菜，还要再下点那个牛肉，是吧？网红的那个农贸市场买的牛肉，这个热的时候好吃，凉的时候可有点腥气了。60块钱一斤。哎，水都没开你就下面哦。
这是煮面又不是泡面。煮面不得等水开了？不用。甩一下。甩吗？妈，这个味道很香哎。方便面是那什么？为啥叫豌豆尖儿？它就是豌豆的尖尖。卡在上面的一节节儿，就有点尖尖叶子，就叫豌豆尖。干啥呀？就蹲在那儿吃啊？天磊，天磊，哎，拿上去吧，放到那个啥，放到那个啥上头。等一下，我上来。我要给你这个早点的。哇！哎，你这稍微吃的好，兄弟。你们吃面，我吃点减肥餐吗？我不吃啊。想不想？你放了好多肉。放了一点。我的肉呢？那你吃个吧。我不吃。我吃你。我烤点肉。他在那烤这个。烤点肉吃，我就吃点。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就可以了。你看我尝一口。嗯。你给神仙吃点嘛。神仙不吃。神仙吃点。神仙不吃。你吃不吃？是我就不吃。我就吃了。不吃，你让你媳妇吃的。你看你这嘴又咋这么难看？上次哪里？哎呀，到了，拉到了。拉到了，拉到了，拉到了，拉到了。哎，喝口水来，喝口水来。拉到了，拉到了。The next day.大清早就要吃个折耳根，不吃就难受。十瓶老豆腐加十瓶臭豆腐，一锅端，蘸点小料就可以开搓了。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啊啊，好辣呀！啊啊，好辣呀！小胖子。这是抚仙湖啊，朋友们看看，就好像是在大海边一样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，真的是像大海啊！你看这个浪一直在拍来拍去，实际上这个湖它还是一个，它是一个自给水型的一种湖泊，它没有那啥支流，它没有那啥水源流入，它全靠周边的山上的水化了以后。然后来到这里，但是它这是湖上的这个风浪还挺大，你看，这个地方没得果子，我们现在早上起来啊，要去海口镇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围着这个湖转一转。海口镇你坐转吗？坐转。那么大车呢？好，走，没得车。啊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好肥哦！上来了，全都是肥肉。摸着的这是什么？洋芋拌饭。那个烧洋芋跟那个米饭，然后给它搅在一起。香得很。这是第一种，第一次吃这种吃法。你吃过没？吃过两回。哦，四川那边吃这样的呢。